来两个羊腰子，羊腰子。油滋滋的。还有这一家是我必须吃的章鱼小丸子，每次都得排半个小时。现在才到195，前面还有20份。来五个排骨串，买了几个排骨串，一个章鱼小丸子还没熟呢，还有20名呢。先来吃这个。王林的排骨串是头一天穿，第二天卖。本来只想露个脚，没想尝尝的王林，却在这夜市里一干就是好几年。他的第二明天正常吗？明天好几个正常吗？还招了很多员工。你的贴单主要是下岗下岗了，你是帮他也是帮我。来个炸玉米，黄金炸玉米，海苔味的。哇，好好吃！很厚的。对。啊！哎，你这是啥？上七天七二的一天。啊！玉米特别嫩。啊，真材实料。来三个牛肉饼。